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小黄毛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，来一把小黄毛，碾碎。不是第一把就开混呢，我这是谁到了呀？谁到 ADC 了？没办法。我总能抄近道。也挺长时间不玩小黄毛了，但这英雄基本上啊，就是长手就能玩。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，很简单，想玩好也不难。顺便问一下，拉克斯有提过我吗？纯属好奇。这靠啥呀？这？这女人也太猛了吧！这可以。没事，让他来。你看他敢不敢来？回家。哎，好难受，我的车没补着，不来我能买个鞋，我感觉。不买鞋也能买个药啊，你说是不是？算了吧，买个针眼吧。准。我技能，哎呀，刚才这技能中不中其实无所谓，我马上都要回家的人了，我就随便撇一撇，能中就中，中不了就拉倒，这属于就是战术性耗血，明白吧？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现在用 Q 来补炮车，补心补不着了呢，还。控线36刀，把我针眼给我排了。
也不。这个女儿怎么回事？你自己往上指的，有点瞧不起人呢这。真的，俺俩没给他打死，这都不应该。不过俺俩确实留人能力会有点差劲。留人能力不太行，差点劲。哎，这没中啊。哎，我操了，这咋回事啊？这刚才这俩兵出 bug 了。皇子拿了龙，我讨厌偷这个字，我会啥意思？解救或者获取。稍微省点蓝啊，马上没什么蓝了，慢慢抠。俺俩其实只要发育就赢了这把，真的。俺俩只要能正常发育，这把就随便赢。不用想着打架，因为没必要。来吗？闪现闪的这么快吗？任何计划一到我面前就消失了。还行吧。尽力了，兄弟们。有没有蓝？谢谢新元杰一的老婆。有没有蓝也就这么回事了吧。
就以我的操作来讲，我觉得啊，就有没有蓝也没用。俺俩就正常发育，哎，这都不着急。我现在已经250了。这个扣空的其实挺致命的。哎，这 Q 空了，这 Q 还没空还行。不过这波俺们家血赚，好吧。还行。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凑合看吧，哎呀，这 EZ 这英雄没咋玩过，凑合看得了，反正就这么回事了。我从不失手，补个位。没事，他来也没用，他宝就上路去了。推了。扛着腿了，可以。哇，一血塔一 Z， 干嘛？打的怎么老这么凶呢？我就搞不懂你凶什么玩意儿了。就正常玩呗了，凶。你整就凶我一波。为啥是你杀的呀？这次胜利可以接受，先把鞋出了吧，先把鞋出了。哎，奶爸那边没有视野，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我现在要红没用，我就不要红了。
俺们家这 poke 力还是可以的啊。我操！我跑去看下路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下路可不太好看呢。这左一有点太狠了吧，你这不能给喝口汤吗？怎么狠成这个样子啊？打个眼儿，定全了，两件套，十几分钟还可以啊。基本上18分钟磨切，这都是必备的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玩 EZ 的时候都18分钟差不多就磨切，发育的就可快了。啥意思啊？什么玩意儿了啊？这是没办法，这波我们家少个人，打了一波一换四。船长发育不错，其实慢慢来吧。全残血呀，兄弟们啊，全是残血呀。小龙，下回不往这么前面冲了，我感觉我稍微冲的有点前了。
打到现在就没见过不猛的猴子，从来没有碰到过用魔法解决不了的。再把船长前面不挺猛的吗？黑地没闪，其实不是猴子猛，主要这把是冰女儿。拿大龙，可以。我这刮痧呀，那其实也不是刮痧，那冰女儿她扛的时间太久了，你知道吧，她在我前面我没办法上去，我上不去。咱这倒不是说刮痧，只是蓄区环境不太好，你知道吧，没死得呗，真是团战不死就可以了，差800块。猴，先把他抓了。在人群里一通搅和呀，搅屎棍子，一顿搅和。我打死他，船长，别弄死他，漂亮，死就死了吧，死就死了吧，无所谓，反正这团战他也能打赢。小龙，哎呦我靠，这两个人一个都没死啊，大楼真正的探险家，
一波是不是有点费劲呢？一波费劲点。最接儿了，谁的接儿啊？我看看，谢谢，长得不如一只猴，谢谢皮卡丘雷丘啊。刚才打游戏没看见，不好意思。我先来个小秒表，一会儿不行把它卖了。虽然 EJ 这个英雄呢，这个虚区不太高，但这个英雄你看着吗，就是可以混就行。团战对面已经打不过了，抢我五杀是不是？啊！